聽低少少。自己定咗個目標喺男單方面就希望可以入到16/16啦。咁同埋雙打方面就希望就梗係去拎牌啦，係啊，尤其是男雙咯，我覺得係。信心即係打完前面啲公開賽就信心肯定會大啲啦，係啊。咁同埋但係自己狀態就覺得仲可以嘅，其實係啊。咁就希望世界賽方面就可以爆發出嚟啦。其實我覺得今次會稍微令自己即係唔好話將個壓力擺得咁重，即係會冇好似青奧瞓唔著嗰啲情況，但係都會即係緊張，因為對自己都有期望嘅目標，自己可能體重傷累傷多啲啦，咁單打同混雙都係有希望嘅，即係盡力去搏。